卸货，它是这样子，就可以穿到，这可以穿到身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但我里面还是得卸货，所以我先卸货好了。它可以穿到身吧？可以穿到身，它可以穿到身的。那先给小颖讲，那我先卸货。可以穿到身哦，可以穿到身哦，然后。这件颜色非常非常的美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比较偏亮色一点，或是深色一点，没有扣全齐啊，一般会扣到这边，但你们可以上面再开一个扣，你们就可以变大 V 领，大 V 领。然后是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可以穿到身，可以穿到身。然后拉开的话是这样子，这个绿色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那种抹茶牛奶的颜色，抹茶牛奶。然后它的料子不会很厚，它是那种算是那种薄料凉爽的雪纺棉，然后不会皱，这个不会皱，不会皱，很可爱。然后可以遮屁股。我们最喜欢的版型是可以遮屁股，前短后长可以遮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粉肤色，粉肤色，就是粉团，你可以跟一些粉色系搭成那种就是同色系的感觉，可是又不会说，像这粉如果它的粉调太明显，或很容易会就搭不上去。但是我像我这个粉，因为它是很浅，所以你可以跟很多种粉都可以把它搭成同色系的穿搭的感觉，同色系穿搭的感觉。好，那我是卸货，主要再看里面，那它也是可以用绑的，因为你看我介绍是不太容易皱的材质，不会皱，不会皱，对啊，我觉得不皱材质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绑。